广东人吃饭时需要的气氛。哎，今晚有空吗？我在网上看到一家很有气氛的餐厅，今晚一起去试一下。怎么有气氛法？给你看一下，你看这个照片是不是很有港片 feel， 就很有那种90年代香港电影的那种感觉。想要90年代香港电影那个感觉好吗？简单啦、啊，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，让你知道什么叫有气氛。这不就是普通的茶楼吗？怎么来过啊？哪有什么气氛啊？哎，你闭上眼睛，用心听一下。听到了吗？喂，唔该，加水啊！坐咁多人嚟加水，冇搞错啊！喂，点啊？喝到饮杯茶咯，你过唔过嚟啊？试下我哋陈年好你啦，好饮噶。总之呢碟山竹牛肉我食啱啦，你唔锯，我哋请食莲子羹、阿狗烧卖，唔似猫唔似狗，师奶又得闲。那什么东西啊？你没看过星期五门吗？语气暴语气搞心肝胆脏烦啊！哎，这吵死了，哪有什么气氛啊？哎，你识乜嘢啊？呢啲叫嗌声、笑声、煲水声、声声入耳，烟味、茶味、点心味、味味上头，真的很少茶楼还有手推车的啦。这里气氛这么好，搞到我都有点肚饿了。来来，快点点东西去。好，一日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又发现了一家很地道的小吃摊。哎，边度啊？我带你去。喂，唔错哦，咁偏僻嘅地方俾你揾得到，那是。来广东这么久了，你们广东人那套我摸得可清了。这好吃的东西，不是在街边，就是藏在犄角旮旯里。我昨天来这吃了鱼皮，还不错，还有牛杂、鱼蛋那些都还行。这里的东西是挺好吃。但是没什么气氛，这吃街边小吃要啥气氛啊？我带你去吃另外一家很有气氛的。你这家跟我那家没啥区别啊，区别可大了。你先点两份牛杂，再加两串鱼蛋跟两串豆腐，再要两支可乐，一定要是玻璃瓶装的。东西来了，然后呢？可以吃了没？等一下，5、4、3、2、1，可以吃。哎，我觉得这家味道没差多少啊，差很多好不好？就是要这种气氛，小吃这个东西肯定要放学之后吃才好吃的啦，有没有童年的你？哈？我告诉你，我今晚带你去的那个大排档绝对有气氛，满足你们广东人一切需求，很有自信的样子哦。啊，看上去挺像那么回事了，我已经摸透你们广东人的套路了。你看那边，4个6、5个6、6个6啊，嘿，我一个都没啊。我唔理其他人点讲，我真系当正你系兄弟咁嘅，你明唔明啊？我明。你明唔明啊？我明啊。你唔明，你明你就唔会咁啦。望咩啊？望咩唔得？望我就唔得？我系要望啊！你看，这打起来了，你就说气氛好不好？气氛是挺好的，但是呢？这里没有甘草流河，没有甘草流河，没有灵魂啊，没有灵魂，有气氛有鬼用啊！好啦，去抬杆啦！啊。